这球打到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到之后传一垒。100。平地有坏球，四个坏。直球直接打到了三垒方向。打到了三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三垒手接到之后传一垒。这球挥棒落空。打到了三垒方向的反弹球，三垒手接到之后传一垒。这球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外手后退之后将这个打到了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接到之后传一垒。这球中间方向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接到之后传一垒。打到了三垒方向，三垒手这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，最后是这球直接朝投手方向打了过去，投手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拦住，第一支安打。中间方向穿越形成安打，曾诚佐击出这场这球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野手就定位接杀。三垒上的跑者曾诚佐趁着这个高飞牺牲，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外野手移动之后将这个飞球给打到了一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一垒手接到之后抛给补位的投手，中间方向的滚地球，最后是二垒手将这个滚地球给攻击，第一球打到了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到这球砸到了杜佳明的手上，打到了三垒方向，三垒手接到之后传二垒，再传一垒，这球打到了二垒方向，二垒手接到之后打到了投手前，投手接到之后传一垒。打到了左野方向的飞球，左野手没有办法接到这个飞球，或者上到二垒。这球打到一二垒之间，传出去形成一支安打，不过这个回传球，这球打到了游击方向的反弹球，游击手接到之后打穿了一二垒防区。这球是一个触，这球摆出短棒，结果这球打到了左野方向，很深远，很深远，最后是一垒手中外野手将这个飞球给接近手套，不过三垒上的跑者靠着
恭喜第一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，结果。二垒方向的反弹球，二垒手接到之后传一垒。打到了二垒方向的飞球，二垒手后退，最后是右外野手11号杜佳明，攻击第一球打到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跑了很长一段距离，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外野手就定位接杀。四个坏球，往一垒上的跑者起跑，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打到了一垒方向，越过一垒手，形成了一支安打。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手在界外，飞球打穿了二垒防区，一垒上的跑，飞球挥棒落空，一垒上的挥棒落空。四个坏球，王维汉选到了，这球收打，遍地的坏球，四个坏球，结果被抓到一次投手犯规。垒上的跑者推进到二三垒，都是安打的表现。这球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外野手接杀，三垒上的跑者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手就定位接杀。全体的坏球，四个坏球，这球打到中间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打到了一垒方向，一垒手扑下去，但是没有办法接下来这个球，一支安打带有四个坏球保送，这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，左外野手，这球在界内，左外野手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把球给接，打到了中间方向，左外野手就定位接杀，不过这球。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外野手后退，将这个飞球给接进手套，二垒上的跑者左外野方向落地安打，这球一垒上的跑者盗垒，方向的界外球，回棒落空，打到了中间方向，左外野手后退，最后将这个飞打到了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到之后传一垒，刺杀的。
这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落地，形成安打，陈飞林站上一垒。中间方向落地，再度形成安打，连续两支安打。这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，结果这球打到了北垒后方的界外球。攻击第一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手已经就定位了，将这个。